你知道吗？这个脱手它不接触身体，不接触腰，不接触胸，不能搂抱，就是缠丝螺旋四只手，看见了吗？所以啊，我一点脱力没有，好的，是吧？我跟你们说有三种问题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这脱了，我下来就是什么？他走的左边看，对吧？扫一下，右边，正。你把他不是我先走。我姑娘来了，这当然，真的，他当然，该说说，该笑笑。行行行，